本作品由畅读书城出品。这次的同学聚会上，如今的圆圆更加成熟漂亮。不是吧？现在你还守着高中那棵旧草？曼西，看来这八年你的口味一点都没长进啊。因为陆维一直对我都很贴心，我们正在筹备婚礼，但怎么说都跟圆圆你没得比，你现在可是总裁未婚妻，真是令人羡慕。这个你们羡慕不来的，若不是像我这样高素质的女生，总裁根本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。虚荣的气质还是和八年前一样，想不到现在的我们能这样毫无芥蒂在一起聊天，真的好难得。八年前的那件事儿，圆圆早也应该原谅我了。田曼西，你算对得起我了。我明明告诉过你我喜欢陆维的，你居然背着我跟他交往，你是何居心？圆圆，对不起，其实我一开始就和你一样，早就喜欢上陆维了。从今以后，我跟你一刀两断，再也不是朋友了。圆圆，你刚才喝了好多酒，你还能认得回去的路吗？要不还是让你未婚夫来接你吧。老娘自己就能回去，不用人接。圆圆，不要窜出马路，很危险。啊，这里是哪里？手被擦伤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我跟圆圆过马路的时候被迎面过来的汽车撞倒了。啊，对了，那圆圆呢？她会不会受伤了？曼西，慢一点，你的膝盖还受着伤。你是曼西？你是圆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脸呢？还是原来的样子吗？还是说，这不就是圆圆吗？曼西，要不先回病房休息吧。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不是田曼西。陆维。啊？我才是田曼西啊。你们俩这是干嘛？我都被你们弄懵了。这熟悉的脚步声，向子恒。我正在跟客户开会，就接到护士说我的未婚妻被车撞伤了。看你活生生的坐在这儿，可见也不是什么大伤吧。你是谁啊？向先生，我是圆圆的朋友，可能因为被车撞她有点惊吓过度没缓过来，要不让我跟她聊两句疏导一下心理吧。她就是我说的那个未婚夫，向氏集团总裁向子航。曼西，你千万要帮帮我，请别将我们互换身份的事情说出来。我的未婚夫最近为了工作上的事已经操碎了心，我实在不想让他再为我担心，况且我们说出去他们肯定也不会相信的，以为我们被车撞的脑震荡胡说八道。我也相信互换只是暂时的，我们肯定很快能够换回来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只能先这样了。这就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间没办法跟洛维在一起了。家属都来了，两位病人看起来也很有精神。医生，他们情况严重吗？是否需要安排住院？就目前看来问题不大，过几天来复查就可以了。不过唐圆圆，你的脚扭伤可能会严重一点，尽量多多休息，少走动。啊，我
既然没什么问题，就先这样吧。就圆圆会不高兴的，都说我自己能走了，快放我下来！少废话，我可没时间陪你在这儿磨蹭。圆圆，你可千万别吃醋，你未婚夫也是把我当成你才这样的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圆圆调换回来，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豪车、细心又帅气的未婚夫，还有豪宅，圆圆没有撒谎，他真的过上了他想要的生活。今晚没什么其他事了，你们都先回去吧。是的，先生。为什么突然叫佣人都回去？难道他想……不可以，不可以！田曼西，你可是即将成为洛维的新娘，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总算到家了，我先去给你放水洗个澡吧。行。这房子真的很简陋，看来曼西这些年过得很一般嘛。这个曼西在家也撒这么多狗粮，为什么看到这些让我心里很不爽？